家好，我是一哥，我是小燕子姐姐，我是青蛙哥哥呱呱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仔仔。KK 喷喷笔，飞行幼儿园，嗨嗨！不打你也叫吹气球，好了，那我给你吹吧。这样拉一拉，你就可以吹起来了。平时一哥陪你们玩游戏，今天嘉哥陪你们玩游戏，好不好？我们拿一个报纸，分成一条一条的，你看哈，就是这么撕，哎，就这么，哎，就这么，谁的面条最多？最厉害，快点。谢谢啊，恭喜啊！啊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啊？我们有了颜料笔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你拿的，准备啊？盆子。盆子，口袋呢？不晓得。不晓得谁拿？外婆。啊，谢谢你帮我拉绳子。我可以。谢谢。谢谢外婆，我跟你说，谢谢外婆，一二三。谢谢外婆。快点！哇，好大的太阳啊！现在我们来晒一晒我们的帽子吧，快来啊！来，到这边，晒太阳。晒太阳。太阳，你快点晒我们的球。拍错呀！哇，太酷了！迷迷人的，哈哈，我们先玩一下等球杆哦。拿下，我们要把气球给突破。